这件面料非常特好，而且它是冬天大冬天的面料，不用觉得妞妞会不会冷。我跟大家讲，我发现穿那种宽松版的人很多，人人皆可驾驭，不用问我可以穿吗，你们通通都可以穿。它是做背心式的挖肩，你也不用去管它，它就是自然垂坠就好，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挖肩跑出来了，很漂亮。再来呢，上面是弹力布，所以呢你即使胸部再大，你上身再肉的人都穿得下哦。然后做一个宽版的设计，它就直接你手放下来就这样子，长度帮你盖住你的屁股咯，不扎不会很丑，你要扎当然腿会显得更长，但是我觉得扎不扎都 OK。 灰色它是配深蓝色的布，灰是配深蓝，穿起来非常显瘦，而且外面不会油，是厚棉的，不管你是胖瘦驾驭都 OK， 穿起来超好看。喜欢比较慵懒的感觉，像妞妞喜欢穿这样嘛，就是要慵懒一点休闲一点，我就不会扎了，我就让她穿个牛仔裤靴子或是平底鞋就非常非常的 OK 了，很好搭配。我跟你讲，衣服有造型，你根本不用绞尽脑汁去想说要搭配什么，然后这个你只要穿一件大毛外套就可以驾驭它了，有没有？很简单的，很好看，然后真的是很舒服啦。今天妞妞讲这三款都是我亲自下海严选品管的，所以呢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看，这都是弹的，这为什么要做弹的呢？就是希望大家在穿着的时候好方便穿脱，而且大家有时候想露肩，可是又担心衣服掉来掉去，哦妞妞好烦哦，怎么这样掉来掉去的。我跟你讲，侧面超美的，你就让它自然垂坠，它也不会掉下来，反正就是做挖肩的。滚边我把它滚在外面，有滚一个边，有没有看到造型？当然不可能穿合板的外套，你当然是要穿比较宽大一点的那种大毛外套就可以了，非常非常的好搭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就选比较宽版，不要选那种皮外套窄版的来搭就可以了。其实外套不难搭，妞妞现在一样拿上一件算是针织毛衣外套，我一样把外套穿上去，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哦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哇我那个袖子这么宽到底可不可以穿外套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能穿外套？黑也很时髦也很显瘦，所以就看看你自己喜欢什么颜色。这个是黑配灰，灰配蓝，两个颜色完全不一样。有些人就喜欢黑色，就喜欢显瘦，像我这样放出来，我跟你讲超瘦，整个腿有没有无限延展呢？折上黑色我觉得就很显瘦，而且有点性感，就纯粹看你们自己喜欢黑还是灰咯。然后一样哦，微扎就是让你腿更长啦，都可以，很好看。而且这个也可以搭短裤扎西上靴，都很简单。我觉得最好的好处就是它是宽版，你就只要穿下去，你也不用搭什么，就是让它宽宽自然垂坠，然后你看这样子宽松又不会显胖。有一些衣服做宽了就会觉得好像人很快很胖，